一过来就看到老丈跟丈母娘两个人在吵架。很傻跟老干妈。过程不重要了，现在好了就行了，我来劝架。他这样子，甜甜那个是老公。他把你包住了哈。又来了。有个客户过来套现了，结果丈母娘不知道用了 POS 机，要手续费的。买物件总要在过去前，咱用花呗、信用卡先提前消费。哦。啊，你无用当中间换钱，啊，我只讲你自身来变成一九八股股，啊，你我办唔到，这都办唔出波澜的哦。哦。接受你的意思，啊，人家有在弄那一张单。甜甜。你是过来捣蛋的吗？啊，外公要卖货的，你不让他卖吗？这是弟弟，他这个人还小，我们小。人家弟弟过来买东西，他非不让人家拿。不能欺负啊！你要这个啊？妈妈能喝吗？你问爸爸看能喝吗？爸爸能喝吗？不可以哦。他自己同意了。外婆允许了是吧？来，你走家了，妈妈家。还是外婆丑。妈妈没有允许你喝诶，你怎么这样自己开啊？我允许你了哈、哦。爸妈要打你还是骂你？妈妈有没骂？爸爸有没骂？他不同意你自己乱喝，对不对？那你以后听话哈、哦。那你意思要来喝外公的阿姆西对吧？嗯。哦，那你这瓶呢？你喝奶可以哦，爽歪歪你不要喝哈、哦。那你意思这个给外公哈、哦，给外婆喝吧，外婆的四大鸡桶。这么小年纪不能爽歪歪啊、哦！啊。最近这个臭甜甜都不好好吃饭，按道理来说应该是生病过后胃口会更好，结果这一次反而来。那你像他这样胃口不好，要不熬点粥啊，是什么清淡点给他吃？我今天拿过来胃粥，我不要吃稀饭，我下午你要做个其他的吧，我试一下。不好好吃饭怎么长个子啊？这个呢？这个是谁？爸爸。妈妈。这个是谁？这个。姐姐。这个。我问你呢，这个是谁？这里是几家？你是军人，大姐。这个是谁？这还是……来来，宝贝，这个还没认识完呢。这还有一个 ，Doctor 是谁？医生。怕不怕？怕。医生会给你干嘛？吼吼吼！打疫苗。疫苗打在哪个位置？再想想，打在哪里？不对，打这里。跳，来，一二三，跳，跳跳，跳。你会不会跳？嗯。要学一下嘛，跳了你就会长高啊。你跳一下，妈妈给你吃个山楂糖，好不好？这样子。妈妈给你吃个糖啊。给他吃啥糖？这个是山楂鸡内金软糖，就可以帮助他消化了。就做了软糖的一个形状嘛，是鸡内金的，就消化可以了，宝贝。妈妈，我还在吃。这不都吃太多了？你跟妈妈，我再吃一个。你现在吃了几个？你告诉妈妈。两个。两个而已。干杯。果然看到帅哥态度都不一样。花痴脸，甜甜你喜不喜欢哥哥？今天你又是穿绿色的哦，该死的默契，你看。可惜啊，起来，走，姐姐，姐姐，汗擦一下。擦吗？完了，一头汗。脖子也擦一下，脖子啊，对，脖子也擦一下。要不要喝水？拿水进来给你喝。玩疯了是不是？甜甜最近不好好吃饭，给他放点海苔。里面还有紫薯。对。哥哥在这边玩，哥哥。这是带图案的。我再给他做个肉松的。再放点番茄酱啊。嗯，他不是喜欢甜番茄酱吗？可别等下把番茄酱舔光光，米饭一个都不吃。
那我就是。那等一下再来了，拜拜。哥哥要回家了，你跟哥哥握手一下。时候要再来哈。啊。哇，你来啦啊！好棒，有得吃的。你这样一整个拿起来吃，宝贝。哇，还能吃到番茄酱吃哎。Bear。猫咪呀。没有猫咪，有五角星。五角星呢？五角星在这呀，宝贝。咬到自己的手了，谁叫你那么笨呢、啊？哎，怎么会咬到这个手头？不应该是这一个吗？咬的是这个呀，那是哪一个？你想一想，是哪个手？还是这个？你好笨哦！那你用勺子呢？你非得用手，用勺子吃吧。不要再咬到自己手了，要不给外公吃吧？哎呀，被你偷吃了。他很讲究，他球必须是圆的，我再给他碾碎还不行。好吃吗？跟吃的开心的一样，嘚瑟。妈呀，这是妈妈的味道。哦，是妈妈的味道是？嗯。会不会太咸？爱心啊。爱心也被你吃光啦，这个是五角星。你的姐姐真笨。妈姨点个赞好不好？来，给你点个赞，多吃点啊。嗯，还有妈妈点个赞，外公也点个赞。啊。在家拿来泡腿，熊熊、房子、猫猫、五角星，我们去买一下。急啥呀？又不是不给你吃。这不要喂你。搞事，吃饱了没有？这怎么会在看不咕咕的？妈妈，给你考肇事逃犯台了。